大家好，这里是广州明镜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。那谢谢你，谢谢你选用我们这个金刚系列768的控台。那现在的话，就为大家，讲解一下我们768的基本操作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控台的布局。那控台的左手边这边这个区块，这个是灯具区，对，总共这一页的话是有16个灯具件。然后我们这个线路，这个是灯具件的翻页件，等于说你一亮灯的话就变成17到32，所以我们这一台768可以配接到32台灯。那地支码的话全部也是都在我们这个面板上面有写，第一支灯的地址码就是1，第二支灯的话就是25、49、73，以此类推。那再来的话是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个通道的翻页件。那通道翻页件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有个12个那个预制的推杆，有12个推杆。那这12个推杆的话，您如果是在编程模式的话，12个推杆是用来调光的。那你如果把它切换，红色的这个是切换，把它切换成运行的模式，那运行的模式，这个推杆的话就是用来我们场景的输出。等于说你要运行场景的话，就是推这个12个预制推杆。那翻页等于说推杆的翻页键的话，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键。那我们预制推杆的上面有12个这个蓝色的按键，这蓝色的按键的话是场景键，等于是我们配接的灯具键。那旁边这边两个灰色的按键是场景的翻页键，所以是可以从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三页、第四页、第五页，1到5，每页有12个场景，所以我们768的话是可以，储存到60个场景。那再来看一下我们显示屏的下面这个区块，这个区块的话是功能区，有图形啊、单景、多景、删除、时间、配接，这是我们768控台的功能区。那我们显示屏的右手边，这有个上下的翻页。上下翻页的话是让你做选项的选择。对，假如我们按一下这个设置键，就可以往下面翻页，这样。然后它的旁边有一个退出键，然后一个确定键。那我们下面转轮的下方有个白色的按键，这个是清除键，然后有一个红色的按键，这是黑场键。然后我们的控台的上方有一个 USB 接口，这 USB 接口的话就是让你做我们数据备份或者是我们控台要升级的作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768的控台的布局的说明。那接下来的话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配接灯具。那配接灯具的话，首先我们按一下，我们的模式啊，一定要进入是编程模式，然后开始编程，按一下配接。它是选择灯具嘛，我们现在有6台光束灯，你就选择6台光束灯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通道表，好，我们拿我们的通道表，然后填入我们通道表的那个通道的属性，
我们通道表第一通道是 X 轴，我们就推第一个推杆，第一个推杆我们把它推到 X 轴。那我们第二通道是 Y 轴，我们就推第二个推杆，我们把它推到 Y 轴。然后其他的这些功能属性的话，我们都不用理它。我们再来去找它的调光是第几通道？调光是第八，我们就找一下第八的推杆。第八的推杆这边，我们直接把它调成调光。好，我们只要设定这三个通道就可以了。然后按一下确定键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等于是说已经配接成功了。我们的灯具的话，待会就，待会我们提灯的话就可以受控了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配接。那我们刚刚配接完过后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提灯，然后直接控制灯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先提灯。我们刚配接了六台灯嘛，我们提了六个灯具件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操作。让它出光，然后你如果要找颜色，就看你颜色是哪一个通道，图案是哪一个通道。那我们如果要找灵性的话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通道翻页到下一页。那翻页的话就是这个通道的翻页键，按它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找一下它的灵性。哦，这个就是它的灵性功能，然后这个是它的灵性旋转。那这个的话就是要透过翻页才能找得到它的功能在哪里。那我们再翻页过来。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保存场景，我们就按一下这个单景，然后记得要切换以灯具为储存单位，然后我们保存在第一个场景上面。那我们保存完的话，数据清除一下，那一定要切换成运行的模式，然后我们再来推这个预置推杆，重影区的推杆。那现在灯就受控了，我们不要的话就把它的推杆往下拉，场景就关了。这个就是保存单景。那我们保存单景里面的话有几个模式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有模式0、模式1、模式2、模式3。对，那模式0的话，其实就是你一保存这个场景，你一推推杆，它的数据就很快就输出到255了，这个是模式0。那模式1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是在模式0的基础上面，你把它添，等于说你修改了它的一些数据，或者是速度这些数据的话，它就会自动转换成模式1。那再来就是模式2，模式2的话就是一般我们来做追光的一个功能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做了两个模式2的场景让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一样先提灯，然后让灯出光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它我们先打在一个最上面一点，因为我们模式2的话，你保存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起始点，然后一个终点。我们现在先保存一个起始点，按下单景，我们把它切换为模式2，然后保存了第二个。然后我们再保存一个终点，一样按单景，一样是以模式2保存。好，保存了第三个场景。那保存完一样是清除一下数据。那我们现在先推我们刚刚保存的要切换成运行的模式。那我们现在推第二个推杆，你看，你可以看一下我推杆推到哪边。现在灯的话，它是跟我推杆这个速度在走的，我推到哪里，它灯就走到哪里。那往下面推也是一样，我推到哪里，灯就走到哪里。那这个就是模式2的一个追光的功能。那你看一下，我们第一个是保存的模式0嘛，我们稍微往上面一推，它数据就完全输出了，这是模式0。所以模式2
这是用来做追光，可能我们在一些婚庆的场合的话会用得到。那我们按一下这个时间键，然后去修改一下我们刚刚保存的模式，我们把它调整为模式三，然后按一下确定，让大家看一下模式三的效果。那模式三的话，等于是说你运行它还是运行，那如果你把场景关了，它灯具的话就会恢复到它灯原本出厂的位置，等于是说它的数据会完全归零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单部场景一些模式的一些调用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多景，然后我们按一下多景嘛，然后一样是选择一个保存的场景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编程了。按一下多景，然后我们保存的第四个，然后一样要先提灯，那我们假如我们现在第一步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要保存，我们按一下单景，然后以灯具为储存单位，然后保存在第一个，然后这样就保存了一步。然后我们现在让灯往上面走好了，好，这样保存第二步，一样是按一下单景，按一下保存场景区的第二个按键，生存了第二步。然后我们让它转个位置 OK， 然后一样保存，按下单景，按一下第三个，然后再保存，再换个地理位置，一样是按保存，按单景，保存的第四个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场景保存了四步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退出，清除一下数据。那我们先设置一下它的时间，我们按一下时间键，然后按一下我们刚保存的场景键，那我们把它设成每一步三秒。好，按一下确定，那我们现在推上去运行，把它切换成运行模式。它现在第一步运行三秒，第二步运行三秒，第三步运行三秒，那第四步运行三秒，对。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透过我们按这个时间键，然后去修改一下我们多部场景，它每等于是说总部的步数是要几步，所以从这边可以去修改。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多部场景，我们多部的场景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单独每一步的时间把它编开来。然后怎么操作？我们现在按一下多景。按一下你要编辑的那一个多部的场景按键，按一下第四。那现在从眼区这边场景键这边会亮四个灯，就是我们刚刚保存的四部。那我们再来按一下时间去修改。那假如我们第一部到第二部的时间，第一部的时间我们要把它设成五秒好了。那我们等于是说你第一步到走到第二步的时间，所以设置第一步的时间的话，我们是要在设，等于是说你要设置在第二步上面，第一步的时间要设置在第二步，所以第一步的时间的话要五秒，我们就往下面，我们设置在第二步，然后这个 LTT 等待这个，我们把它调整为五，好。按一下确定，那现在第一步就设定成五秒，然后我们如果要设定第二步的时间，那我们就要设置在第三步，一样是按一下时间键，按一下第三，我们第二步把它设置成十秒，
深圳七秒好了，来深圳十秒，好，按一下确定，好，我们这个多点键一样清除一下，然后我们来运行看一下。第一步我们会走五秒，然后再来就是走第二步。第二步是十秒，第三步的话一样，我们没有设置过，就是三秒。那第四步也是三秒，对。那第一步是五秒，这个的话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时间键来编辑它每一步每一步的时间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多步场景的一些运用啊，然后怎么编辑啊，怎么保存啊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删除键，我们把它切换成运行模式，运行模式哈、哦。你按一下删除键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保存的场景删除了。我们按一下我们的场景键，然后再按一次，我们刚保存的场景就不见了。按一下删除键，然后点击两次，场景就不见了。对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删除键，可以把场景把它删除掉，这样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设置里面的话有一个插图，然后插图所有数据，或者是你要保存，或者是你要把它切换成英文，这个都在设置的功能键里面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们来单独说一下我们的内置图形。我们一样是先提灯，然后让灯出光，我们把它打到一个点上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调它的内置图形，按一下图形。内置图形的话，你看一下我们里面有重演图形编辑，我们内置图形全部都在重演图形里，按一下确定。然后有垂直水平、调光图形，然后又有这个 RGB 图形、色盘图案，然后你再往下面调校光圈，对，所以我们内置图形的话总共有七大类。那我们如果是光束灯的话，我们一般都是找的内置图形都在垂直水平里面，所以我们按下垂直水平确定。我们现在让灯画个圆好了，确定。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的灯的话就在走画圆的动作了。那我们透过这个图形参数里面可以去修改我们振幅，数据越大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灯画圆它的角度就越大。然后还有一个时间，还有一个速度，速度它的数据越小，它画圆的速度就越慢。我来看一下，那相对的数据越大，它画圆的角度就越大。画圆的速度就越快，速度的数据越高，画圆的速度就越快。那我们也可以再往下面，往下面这边，我们现在画圆的方向是这个方向，我们如果按一下确定键，它画圆的方向就会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，然后再按一下确定键，它可以去变换它画圆的方向，这样。然后我们往下面有一个波浪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间隔好了。我们间隔把它调成40度，你看我们现在灯的一些变化。
它等于是说第一支灯、第二支灯，它画圆的这个间隔的角度就变成了四十度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把它调整为覆盖率。我们看一下波浪这边有一个平均，这个就是平均画圆的一个功能。它等于是说你现在在这个圆里面，它是平均在画圆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波浪把它修改成一，那你可以看一下现在一的效果，等于是说它第一支灯跟第三支灯是同步的，因为它中间隔了一支灯。那我们再把它修改成二，二的话等于是第一支跟第四支灯它是同步的，所以它中间是隔了两台灯，所以我们的一些波浪的一些间隔的话，它灯的跑灯的位置的话也会不一样。那再来的话，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流水，就是等于说跑马灯的效果。跑马灯的效果的话，我们一样是提灯，提灯，然后让灯出光，然后一样是，我们找一下图形，图形里面有一个重演图形，然后调光图形的话，这个脉冲啊，就是我们的走马灯的效果，就是走流水的效果，我们把它调整为比较常用的脉冲3:1，按一下确定。那这个脉冲3:1这个的话就是走马灯的效果。那我们一样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图形参数这边，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它的速度，速度越大，它跑灯的速度就越快。那要修改方向，一样是按一下确定，它方向就会换个另外一个方向走回来，按一下确定，对。那我们下面的话有一个间隔跟波浪，五的话它就是，然后间隔一的话等于是说它会亮，等于是间隔一三五它是同是同一步的，然后波浪二就是这一些效果。那假如呢，假如我们要保存的这个效果，我们把它退出到编程模式这边，然后按一下单景，然后闪烁的这些都是空的场景嘛，我们按一下第一个，保存到第一个好了。那保存完的话一样是要先清除一下数据。好，运行的话一样是切换成运行模式，然后我们往上面推，场景就在运行了。那这边有一个黑场键，我们如果可能我们当时的场景要全部黑场，按一下黑场键，它全部的灯都全部的数据全部都完全没有输出了，还要打开的话直接再按一下。那这一些的话基本上就是768的这些基本操作的一些介绍。